都是外国人。我跟你讲，这就是典型的小樽。它这条运河就是那种游人路线，运河，还有就是那个玻璃制作，是做玻璃的。我有时候会有点排斥说这种，但是现在看到哎，这小雪人好吧？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可以做。其实我就是这种感觉啊，我就是有时候有点排斥说，好像去这种特别为游客设的地方。但是我看他这个雪人就是很可爱，我又觉得说去体验一下也很好。雪人做得好，咋的？好可爱的啊！这些都不是特殊，都不特别，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就提取那个点，然后就让你说，哎，作为我这里的一个项目来体验。那你说这个难道放我们国家没有吗？多的是这种厉害的人吗？可以啊，去体会一下吧，好不好？我想做这个给我儿子，但我估计他一下就会打掉了。对，小朋友不行的吧？他日本，你到每一个地方，他就会都会有一个那个 information。信息的那个观光信息，然后都会给你整理好了，然后你看一下。如果没做攻略，拿了两，哎，拿一张吧。我觉得在日本不能随便拿纸，拿了就丢不掉了。来看一下我们要去哪里，是不是要把那个先把东西整理好了？这个观光咨询处，人力车乘搭处，这种大风雪就不用搭人力车了吧？这我那边在打到门口了。我们肯定要到那个运河这里的必去的景点。对，运河食堂就别去了吧，免得又坐到下午两点才能吃饭了。有个威尼斯美术馆，我觉得这边的我们可能去不到了。我看介绍有三角石 JR 小樽站。哎，那我们在哪里？我们不在这个 JR 小樽站吗？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这里吧。这儿。这么多 JR 小樽站。那儿在这儿。这里都是花园。这里有列车便当。那我们今天去哪里啊？我就看到那个，我觉得我们要把银子卷入它有的话，我之前没听说过那个。真正的考验来啦！我们在这里等你。可以啊。你冷吗？不冷。你冷不冷？就完了就。你要展现那种，就一看是没有的，就不知道别人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说完这句话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暴风雪狂喷的那种感觉。哎，不行，吹得我头疼，忘了戴个帽子。现在我们海拔21米。就是帽子、手套、中筒以上的鞋，其实最好是穿雪地鞋。UGG 这种还不行，不是防滑的。推荐一个加拿大的牌子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那些老外确实穿那个牌子。哎，我发现只有我们是最精明的，买了这个。我先去买了，你们等我。一起。去哪儿买？巴士特米。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坐车就750块钱。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你好想红啊！你让人家唱完呀。我只会唱一句。哎呀，
脸大，把口撑开。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落落的眼泪刚翻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我们就想买一日券，然后巴士可以任上任下，因为这个天气太恶劣了，也没办法走。我们这么拼是为了什么呀？雨下成雪下成这个样子，还来小樽，还要去运河旁边，那一不小心滑进去了怎么办？那就剩三个人了。你知道毛有一种能力，你看穿多少，你看那个小年轻穿多么少啊，你穿个这种假皮衣有什么用啊，应该穿羽绒服的。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冷。上市的时候呢，他就应该会给我们打个勾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2017年，然后现在是1月28号，他说哦，明白了，就在这个有效期，那他直接用个笔写一下不就行了？就好像一切都很对啊，这个是3年前印的，我发现了，2015年印的，对，没一直没用完。啊，不对了，我们现在的话在这里 Otaru Station， 欢迎进来。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了解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の番組は小樽の観光地を巡る小樽探索バスです。小樽探索バスは観光地を巡回しており、各バス停で自由に乗り降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のバスは小樽駅前と小樽運河機械地があるとベルヘン交差点方面を進み向かっていきます。運賃は応援の際、運賃の時に入りたい。また、小樽の年齢層、年齢層の人の方は、本日の旅行が終わりの際、乗務員にご提供します。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taru Strong Buses.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ourists to visit many sightseeing places.在这种大雪天，然后户外的那种温泉，真的感觉很过瘾啊！嗯，而且真的是不冷。它只是下雪，它不冷。他们那个车牌呀，那上面都是写地名的，对，札幌啊、富士山啊，什么都写了。673了。札幌。下面呢？下面啊，上面当然那个就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它哪个地方的车，它在上面会写明白，札幌的，还是富士山的，还是哪里的，它会写，它会直接用文字表示。憧れた夢さえまだ報われずに
人恋しさに泣けばゆらゆらとビルの街に広がるあの頃と同じ夕焼け空クソくらえとただアスファルト蹴りつけああ春夏秋と誰を迎え入れまた誰を追い出すのだろう初めて恋したお前は俺の目が好きと言ったのに握りしめた拳が空振りするたび何が宝と言えばゆらゆらと俺の頬に焼き付くあの頃と同じ夕焼け空土下座したいほど愛が这里是 Salting Home， 我们在分享世界，连接世界，期待你的加入。